按开始串流。要唱几次？不好意思，我真的很怕，我等一下一直放，一直实放，我一直不小心唱。说到黄标，就你还会啊？完蛋！版权小精灵出来耶！哦，主持人麦挂掉了！笑死！你的麦克风刚发出了高电磁波，有外星人录起来。现在我不知道，但你的声音很空灵，你很像在浴室跟我们讲话。无灵气少女。问题好多。真的，糟糕，你碰到什么了？你好多不讲。你是不是也要叫一下你老板舅？每个都要叫老板舅。我把主机抓去揍一下，等我一下。你可能要揍你老板的会比较有用。好凶，好凶。他这个玩家只能用拉的吗？拉的什么意思？就是用滚轮，他不能全部显示。哦，就他就只能显示，他没有办法缩小，很不舒服哎。应该是没吧？对他放大缩小一下没用。破冰者是什么模式啊？很无聊。破冰很烂。破冰简单的说，它第一个是打字，然后我只要出一个一窝座，我就可以看你们七个人画一窝座，然后最后来爽收图。哦，欸，那蛮爽的欸，很爽啊。就是私底下玩还好啦，但是实况上玩，我就是准备收图而已啊。对，那边都是大把。当出题的那一个，不是全部的人都是出题的那一个，然后最后就是爽收其余的人的图。然后得分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算分，因为我那天跟繁星在测试，然后他那天是讲画出题糖醋酱，然后我们画面画了一个鸡块，然后猜题的人猜麦克鸡块，然后他算得分。然后我就想说啊，为什么他怎么算的？因为我本来以为他字是可能要字很相似才会得分，但是麦克鸡块跟糖醋酱是完全没有，这字完全没有一样。不是，有，但问题是他怎么判定的？他怎么判定的？这电脑，我不太相信电脑这么聪明，所以那个得分很怪。然后我就想说算了，其实因为它其实跟标准模式是一样，只是差在它会帮你算分数而已。这其实背后有工作人员在审这个。电脑觉得自己智商被羞辱了，可能他正在欢乐颂。所以不能唱。电影就是动画模式，没有限制时间。到底多想唱？可是我怕我唱然后出事，你知道？会啊，不会啦。但是还是请你不要唱，拜托。因为我已经唱到，就是我朋友一直说很烦。是，你说通话这一位吗？哦，难怪我这么久没有跟你通话了。中间被封锁了吧？我先看移除好友的那选项在哪里哦。心结，发现只有加为好友这样子，所以还没好哎，糟糕。所以电影是什么？电影就是一个根都没有听，我刚才没有听到，他就是没有限制，他上面跟动画一样啊，他没限制时间啊。哦，你可以慢慢画到完，所以动画就是有限制時間，对，他有限制时间。啊，所以电影是什么？电影是你要付喵哈那个电影票，然后我就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。那现在要采用梅花座的方式。我上次去看电影的时候是只有一个人包场，欸，好爽哦！一个人看黑寡妇，可是我好多次都想要去找到那个时间，然后去一个人包场，但是每一次我都去挑那一种什么平日下午，就最后还是想说一个人，就突然一对男女进来，可恶！我想一个人。然后现在电影院都不能就是带食物或饮料进去，而且好像也是要好像梅花座啊什么之类的，还蛮复杂的。可是我觉得近期到还没有到完全零确诊的情况下，我不会去。梅花座是什么？梅花座是什么？梅花就是在你的座位上面放一朵梅花。大家旋转这个梅花座吗？就是有一群人围着一个人这样。就叫梅花座，对，就是那中间，就那个有一个女生坐在沙发，然后后面有一排黑人的那个叫梅花座。操！
我好了。然后怎么会有赖打的声音？然后怎么会有一个干片的音效？你们可以喘得多低？好烦。我是板心那边的，有一个咔哒咔哒的。我在玩指甲剪，因为要烧，要开始烧东西。我开视讯了，我开视讯了，我开视讯了。哦，我的天哪！抽烟区，只是开视讯抽烟吗？偷抽十。因为我们这今天总共就是我跟繁星，还有卓毅跟罗斯有开台，那罗斯在 Twitch 频道叫什么？没关系啊，我们待会就我们这次还要一一介绍啊，就跟上次差不多，应该可以吧？还需要介绍啊？应该不用了啊，罗斯，你要不要报一下你的退区号码，让观众涌进去？对吧？不用了，你的台那么没那个没营养，我超没营养的啊，没关系的，我们观众也没多。哇哇！我贴突浪，就是我贴到那个风咖喱的连结，我不知道。你贴了什么东西？你贴什么？你到底贴什么？就是我公告说我白痴哦，你贴这干嘛啦？我公告说我要开台了，然后就我贴那个游戏那个电话游戏连接，拉人进来了，然后全部人闯进来，我怕爆。等一下，这边爆掉都是你害的。我把你贴在我的聊天室。卓毅的就自己去搜 YouTube， 差别待遇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。那个下一次那个柯南咖啡厅就不用找我了吼。干嘛这样了？没关系啦。怎么突然？怎么突然用一个很肥的仔仔的声音讲话？没有关系啦。没有关系了，没有关系了。阿森的好香哦，红了啊！讲出来了吗？记得上一次关台的时候是不是你们吗？我就是那时候在玩那个啊，是另外一群，那时候在玩那个米老鼠音。哦，我不在。米妮那时候，米老鼠都是卓毅跟辉达吧？辉达也会哦，忘记。对对对，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人是谁，我忘记了。就那时候有三个人米老鼠音啊，完全听不出来是谁。那你那边不是米老鼠就这样实况？我那时候有敲你啊，然后你没反应啊。我在忙啊。哎、啊，你可能要再看下一次。哦。好了，我们来那个，我们来玩看那个他的新模式。虽然我跟繁星和森森已经玩过一次了。他这个新模式，他是那个结合大家轮流画八张图，然后最后他会把八张图做成 GIF 档做一个结合，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会看到上一张的人的图呈现半透明的状态，然后我们再描一次，然后改变动作这样子。那我们先来规定个动物范围好了，因为第一回合你先画一只动物，反正我们都有手写板，应该画太难也没差吧。嗯瞬间怀疑。你们要先想一下吧，动物，你们有想要画什么动物吗？动物哦，这个好像我可以虐爆大家哦。哦，等一下，我突然觉得好恐怖哦。好像出错题目了，我觉得后面会变火柴人哦。怕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把它动画变成缩水版本嘛，有没有？一开始很精细，然后最后变成那个 Q 版。突然发出一道光，变成一个缩水版本。对，啊，你们都 OK 了吗？我要按开始了，还是你们要找个？然后有没有声音？我好了。啊，等一下，我要找。刚刚是说什么？是什么？对不起，动物吗？对，狼有声音吗？喂，有啊。有。我要把你声音拉大，你真的好容易被吃掉。动物的话，不就只能画那个了吗？哪一个？阿哥哥啊。怕爆动物可以啦，随便画的啦。好，你可以画，你可以画数码宝贝啦。OK， 没问题，我找到了。要被制约了。好，那我就按开始咯。数码宝贝可以哦。可以啦，随便画啦。反正今天都有手写版的，应该没在怕啦。好啊，大概啦。动物哦。动物哦。
动物哦，动物哦，怎样？我听八个，那种回音，八个回音是不是？好，就这张了。哦，现在才找，对吧？啊，哦，动物要画什么？我们不想聊天告大家，不好意思。你不是要搞我们？好好后面的人就自己想动作的意思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就后面会微调一下，让他自己动起来。你一定有在课本上面画过火才能动起来吧？就是画在页书那一个地方。对啊。我不会画，我也好不会画动物。你不是动画系的吗？可以不止一只吗？哇靠！哦，你注意一下上面的时间哦。要死其实了。你不要教没画完的图。怕。我觉得我们交情有这么惨吗？怎样？怎样？怎么了？没有。我跟你老板说你欺负人。哇，糟糕！我是被欺负的那个。我也觉得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按复原键吗？你先点一下那个复原键，再按一次看看。用点。不能按那个。啊、对，他不能用油漆。他不能油漆桶哦。他不能用油漆桶。对。对。没关系，刚好没有用。用不到。耶、yeah. ，我也用不到。哭。画线稿就好吧，大家这样比较好画。对啊，线稿它比较好动起来。对啊，好了，我画完了。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没有油漆桶就好超快。啊，啥小？多快？怎么感觉这比较快 ？OK。OK。耶。因为毕竟我们是画动物嘛。对啊，这应该算动物吧？然后等一下直接跑出一个那个。玫瑰变植物，阿罗斯！画作的时候还是会有这张，对，就是要秒，你要先秒。我刚刚好想按放大，你知道吗？好久没画，好怀念啊！我救命哦，罗斯的毛很多哎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有这张，你是本人吗？我是说他那张图的毛很多的。这里有谁以前学过动画吗？没有，我是昆虫相关科系。我是蜘蛛相关的。我是3D 的不算。我大学都在混。没有读大学。哎、欸，白痴哦，橡皮擦会爬。哎，老弟，笑得超。啊，对啊，哦、是哦。你不要乱用橡皮擦，你下面的图会不见了。耶、yeah, ！我抽一个简单的，我抽到螺丝的，我现在还在瞄他的脸，我好痛苦。你不要笑我，待会瞄好下一家就是你了。对，我先痛苦完，先苦后甘。紧张紧张，每次都抽到难的，我已经忘记这颜色什么颜色了。哦，它可以这样调色。哎，我总觉得刚刚我是因为查太久吗？有可能呢。哦，好，白痴哦，才不是动漫系嘞！一句话惹到动画系的人。哎、啊，你是动漫系吗？闭嘴闭嘴，谁动漫系？你们是不是都在看动漫啊？这样哦，你们上课应该很闲吧？应该都在看动画吧？应该都在看动画吧？是在看卡通啊？好气！你会画？像你是不是看不到上上家的人的动态？只能看到上一家。那假如说上家把它画往左边移，然后就有下家把它画往右边移，这就是默契大考验呢、啊。左右左右左右。啊！我瞄完了，哦，瞄完罗斯的图了。哇，多难！太难了吧？哇、哦，好可爱哦！我操、啊，这什么？哦，应该没有在动吧？
这个不会动，这个不会动。它时间都是一样的。等一下，那么佛、哦？那你待会会抽到很痛苦的。哦。我来扮演黑玉的角色。太快了，太快了！哦，好，我的第一次兽人初体验就献给各位了。哦，这个不用动了。为什么有字啊？有字吗？天哪！欸、好，地上，我觉得我画太无聊了。你要加新东西吗？好想加上新东西哦，让他抽烟好了。结果发现你完全画你自己的，怎么办？能再加什么？嗯，我啊，嗯，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动物。嗯，好，就这样。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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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。你今天还好吧？你今天嗑药是不是？我在看我的 VP。嗯。哦。哎，这也太可爱了！这什么？哇。嗯？这什么？是螺丝的吗？应该是圆螺丝之类的吧。干，这好难画。这什么啊？那你家怎么画的啊？我已经完全看不出这是怎么了。哎呀，擦掉了 ，shit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字啊？你抽到我的？等一下，而且我发现我这个地方很难写，白痴，我不该改它的位置。打包器，完蛋了，男的都在后面，真的。哦，我们都是。我先抽到男的了。从简单变难，第三个都还是简单的，我也真的完蛋了。这怎么剩这个时间了？还有一半哦，还有一半，加油，加油！这是那个吧，青眼白龙吧？干嘛泄题啦，白痴哦！中奖出来了啦！真的吗？青眼白龙，怕天哪！我在回答我观众的问题。你可以用明暗示的啊，就是那个吧，啊、白色内脏啊，蓝色眼睛的那个吧。真手多少？真心大。猫咪大战争吗？猫咪大战争，蓝眼的，蓝眼的猫。流错年。猫咪大战真牛肉面。我差点让他瞎了、欸。哦、那哦，这是什么啦？天哪！这是谁啊？这是什么？
什么？看出这个第一张是深深的，就会盖掉后面的，我觉得看不到。我的超明显的，哇，天哪！那你觉得异样化葫芦比较好吗？多久？想要动大一点，动大一点。这实在太难了吧！哦，我看不出来大家在写什么字完了。啊，该不会你们想写字，我已经画过了吧？你说那个两个圆圆手上的东西吗？对，对啊。哎、欸，他的字已经看不出来是什么。对啊，我觉得我写的很清楚呢。哇塞哦！你在想中间经过几个人了？他已经不是原本的字了。对。可以改字啊。但会不会太血腥了？应该不会吧。嗯。你刚刚那个好像在亲别人的时候会发出的声音。哦。你说你在亲谁？好诶、天哪，下一家也完蛋了。唉，我希望下一家可以感受到我的创意。我希望深深不要做我。他应该下一次更新就会把后面会被擦掉的部分改好了吧？下家保重。还有三张图要画哦。好多啊，所以后面感觉都是很难的了。请问罗斯直接回还有时间回我铺怎样？有一个人太轻松了。笑死！哎呀，那你也表示你有时间在看铺啊？我手机有讯息、啊，这什么？我怎么看不懂？这已经是第六回了，所以不能再摸鱼了。傻眼！我已经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了，这是生物吗？应该抽到我的。哦，吓我一跳！这题好简单哦，到底是我前面抽太难了吧？你第一开始抽到魔王题。这个尴尬的时间，嗯，要唱歌吗？再不是再多一点点，嗯，听起来像歌词，多一点点，想一下，嗯，好像在唱歌。九楼三点，嗯嗯嗯，黄标，嗯，喂喂喂喂喂。Hey. 然后今天的精华就可以一直嗯嗯嗯嗯嗯，时间是不是卡住了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欸、真的耶，我看我的真的耶，我是卡住耶，我在倒耶，黄了。有人砸挖入兜了吗？我刚刚砸挖入兜一下下。猎人。哦，木棉花在九九。什么什么？嗯，看谁？好，哦，紧张哦。还有几张？两张。嗯，完成。哎，这什么？我看不懂，这是大哥吗？好可爱、啊，好可爱。哇，我看不懂。什么？我看不懂哎、欸。
我的画面直接从温馨和家观赏变成 R18 加了。啊！我也是有点 R18 吧。就是。等下，然后冷静点哦，你的 R18 我有点恐怖哦，我们还在开台哦。我也怕哦。等下，你的 R18 我真的会怕哦。冷静点哦，大家。没有，没有漏点，没有漏点，没有漏点。大家冷静。但我觉得罗斯也要叫他冷静点。这个不止一个画师的。天哪，R18会上都没有。不是吧？不是用在这里的。倒是。啊？他手上原本有东西吗？哟，好红！嗯，这什么颜色啊？我这已经不是动物了。大雨了、啊、你要漏水了吧？天哪，上次是冷气，这是这次是雨水。我到底住在哪？我完成看谁我不玩还、啊、好啦，我的朋友很难啊。你有点讲、欸，还是他做的感觉螺丝最难是我画的最难，而不是我正在画的。完蛋了！哦，不好意思，但我那时候没有想太多，我想不到哈。这到底什么？还有哦，猎奇了吧？耶！你懂了哈？为什么会说突然进入 R 十八加？真的，他进入 R 十八加了，我要把它变更 R 咯。嗯，我觉得你的 N 比较多。上一场说不以 R 十八的人是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很快乐加观想的 R 十八，快乐树朋友吧。你不要欺骗小朋友啊！等一下到时候真的有跑去查，然后做噩梦怎么办？社会就是这么……完全是没有负责的意思。对啊，社会就这么恐怖，这就是社会。到底飞过去的东西是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大家都在接？可以啦，这个迪士尼也很常出现这种剧情啊，或者是汤姆杰利之类的。嗯，什么？那这个是一秒算几帧？一秒？你这个太专业了。我问出一个专业问题。我好奇他之后会怎么算啊？就是我们刚刚放我们一格一格，我们那个放的那个预览图，我前面有放的那个一秒大概五张吧。啊。哦，我把它变得好好吃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现在把它变得好R18哦。它整个穿过去嘞，这个可以的吗？穿过我的爸爸。对，它穿过他的爸爸，而且穿过的很彻底哦。咖啡色，血凝固就是咖啡色啊。大家都爱画血吗？没有啦，我没画血啦，画出来我觉得会出事啊，不敢画。我画粉红的应该还好吧？脑浆，是咖啡色吗？血凝固后的颜色，血凝固后的颜色，已经要凝固了。好，哦，可以看，哦耶，耶，可以看。哦，是原来是你的、啊，哦，原来是你，竟然，感觉没变很多啊，后面水在变，你知道吗？微动。等一下，他现在那个水在动，他下坠了吗？
他一直浮在空中的感觉，有点慌张感觉。哦，随便生了。那他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失败了，感觉是要回宝贝球的东西啊！怎么了？去哪里？他飞走了。好，感觉后面再多个几张，应该会有那个那个球之类的，收起来的感觉。喊狼儿了，这个没有在动吧？那个家伙哦，原来我画到这只哦，这没有在动吧？后面的斑纹后来变了耶。他花纹会变，画风巨变哎！那他花面变了耶，他花纹会变。等一下，原来是真人吗？你怎么在惹个脸？那个脸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脸变一变。等一下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？我想说太多太少东西，加一点元素。不要这样，不要不要。睡觉怎么变磁场了？毛色完全不同，进步了。感觉前三进化，前四张跟后四张是不同的事情。好啊，什么？我原来是扩大吧？那字已经看不出来了。我没有画到，我没画到。你可以问问喵哈。我怎么没画到牛肉面？哦，卡比之心。我大概说我画到那个字哦，我知道画到什么了。我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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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要爆炸一次？哇塞！哇，爆炸两次哎！好惨哦！哎呦，有爆回去！天成，前面如果有按罩子扔过去，应该会蛮酷、蛮好笑的。好棒哦！好强哦！应该让我们连接到第一张，这样才能接在。哦，对耶！啊啊！原来他有没有在吃草啊？原来是你们在吃草吗？开始啦，又是我了，又是你，我已经没画到草嘞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这已经是分镜本等级了吧？哇，我的天哪、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好有毒啊！好好笑，好可爱的。我有问题。这个豆好赚的，我要存钱。是好酷啊！笑死，就是你哦！好险你没有上色。怎么痛？哦？嗯？啊？咦？哦？嗯？哦？哦，好可爱啊！是抱自己吗？我想动他的手了吧？我有微动啦，我有微动啦。哦，我画到是狼变狼儿的风格。对，我画到是狼儿版。哦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手张开了。然后解印了吗？解印。手要有球。哎呦，好痛啊！等一下，这个另外一个怎么撞的？天哪！这个怎么撞了？因为我画到，我刚刚就是画到那张才画这一张的、啊。好好笑，这好棒哦，这张好棒啊！对啊，这好棒哦！啊啊，是我，是老鼠。我没有画到这张，这张怎么了？我也没有画到这张，你可以看，可以看到后面呢、啊。可怕！啊，我知道了，好吃，好吃。哦天哪！哦，为什么吃完才爆？要咬下去吧？是爆浆餐爆的概念。对，还炸毛，好棒！结果老鼠也有毒，是不是？平安。我其实是以为是有一只猫。干掉！我的天哪！真的好可怕！哎、欸，这个很顺哎、欸，太顺了。
吃太大力把自己也爆了吗？天哪，好恐怖。好恐怖，超好的！我没画到这个哦，我知道它是什么了。这是什么？它是大爆破那个吧？不好意思，没有画特效的经验。这有个夜，好像被砸到，好像被砸到，直接消散。那也喷太久了吧？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。太有颜色了，太有颜色了，看不出，我已经看不出了。我你旁边的我真的看不出它是什么。都是爆掉，都是爆掉。自爆，自爆，自爆耶，还不错哎。聚气太久爆炸了。我目前成功的都是血腥类的。要往这个方向走吗？竟然啊，我没有画到。完蛋，没有画到什么？谁把我的改成什么样子？他又死了吗？啊、我朝他丢了一颗球，对，丢球了。哦天哪，丢球！好想咬哦，他想咬哦，对、啊，还想咬啊！哦不，又要结失败是不是？要咬啊！哇，我打错了！哇、啊，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了！哇，我的天哪！Oh my god！ 物理怎么了？物理怎么了？我天哪！吓爆吓爆！我的天哪！那我要看到第六张，我还不知道我在哪里画它，我最后才知道。天哪！这个酒什么东西？笑死！啊，太爽！好可怕！吓死！竟然啊！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还要再来玩一个什么？吓死！天哪！冒险心态，好哎，好哎，好哎！再来玩一个什么范围的呢？好，一样是动画吗？那感觉动画还蛮好玩的，动画蛮有趣的。可以照着瞄很安心，真的耶！那我们要挑战一个无限制吗？无限建制，无限制，没有范围啦，没有范围。是超级、哦、还是你们要想一个范围、哦？你们要挑战动画？哇、嗯、哇！打开木棉花，打开木棉花，开始挑战动漫了吗？啊、所以范围是什么？动漫如何？可以动漫吗？那我打开木棉花。为什么都是木棉花？你们是这次收他的工商费是不是？等一下，这部是木棉花代言的吗？节目之后会放我的那个就是优惠吗？放哦，所以才是工商啊。哦，不是群英社的，好吧。我会画一个比较简单的人物啦，有没有画这个？我想一下，我决定好了。我不知道画谁，我想一下。欸、那这样我们要不要试试看用电影啊？如果用动画的话，电影就不用那么急了。啊，哦，好啊，好啊。电影是什么？没有时间限制啊。两倍，我今天被第四个人问电影是什么东西，刚刚真的没在。笑死！每个人都按下完成。随便画完跑去上厕所，大家会跑去等你哦。现在开始敲一本，要不要吃哈密瓜？要不要吃哈密瓜？好啦，加哈密啦！要不要吃哈密瓜？傻吗？笨手笨脚的，你要不要吃？笑死了！加傻了！你们的语音就是我说你要不要吃哈密啦？你要不要吃哈密啦？啊，你们都好了吗？我知道了，我大家笑好嗨呀！真的开关停不掉，画过的图太好笑了吧？好像哦，假傻啦！我手机呢？那你们都找好了吗？
好像好像好，那我就按下去咯。好二请繁星那边 OK 吗？我刚看 DC 哦，因为我刚好被霸凌。哦，原来他不准我跟你们偷话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那我按下去了。好的。按狼儿 OK 哈 ？OK OK。我真的觉得我常常把狼儿给忘记，因为狼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插话，所以我要随时 cue 他。耶，开始。好儿。那我听得到谁的另外一边的声音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写一句话。在花园里挨饿的瓢虫。这是什么模式？电影。哎，对，电影跟我想的不一样哦。哦，是哦，那我就猜吗？那就随便出那个动漫题喽。好、哦，反正我没玩过嘛，我们就试试看。好，好吧。为什么找不到那个字、啊？这是要写最后猜的名称吗？突然忘记他在叫什么，我不知道。因为我以为电影是跟动画一样时间加长，所以现在等于是全新的模式，我没玩过。嗯、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就只能试试看。好，来试试看。要给他形容还是就一个人名？形容？你要他做事情是不是？对啊，可以让他做事情吗？做事情吧，应该是做事情。哇，那这样子感觉会被搞，而且要画16张哦，左上角是怎么回事？哈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们这个算扣掉一的话是15张吗？笑死，好酷哦！那我要出一个很赞，还是2张？啊，完了，哦、没写好，这一定是了。怎么我怎么了？我还好吧？这是谁？这是谁啊？什么、啊？好刺激哦！哦，可爱，这好难画哦！我还在找图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螺丝曾经画的图。等一下，那是另外一个技能，我没看过。哇塞，有人知道这个吗？天哪！哇塞，真的没有？太惨了吧！等一下，这个技能到底长什么样子啊？我现在找不到这个技能。技能，天哪！技能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因为我没看那一部动画。没事，这个动画虽然我看过，但我一个角色记不起来叫什么名字。啊、哦，不会画人，我天哪！狼儿表示，我天哪，先付出该点咯。女画女生还可以，前面是画男生。竟然，我可以问一下你们第一个画的字数是几个吗？啊，一二三四，我是8个，我是14个。哎，好像应该是抽到我的吧？哦，那我以为是大家一开始都画一样的、欸，没有，没事，问问。没有没有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要给他打骨架，气死我！哇，这好难哦，这好难啊！打眼，这个今天真的能画得完吗？今天会不会？你说这模式吗？好，就2点了。就是一边画一边看那个金牌战。哇，你同步直播。对，赞哦。所以你要做赛况直播吗？直接直播吗？请。好紧张的。拉倒。哇。因为大家还有时间上色吧？要吗？哎、欸，这不是要动画吗？这是电影啊。可是我已经上色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应该没关系吧？那油漆桶不是锁住了吗？它还是可以上色啊。大笔刷上。对啊，没关系，你的下家不一定选择要上色了。嗯，没有这个，我觉得我的下家一定会选择上色，这没得选吗？好怀疑啊！现在是可以不用上色了，不勉强。我怕我还是角色的个性，真抱歉。我怕他上面的。还下好，靠印象。不知道长什么样子的，
哎呦，我等于抽到两个动画，救命哦！什么、啊？谁出都没良心啊！就一个人物加一个技能啊！然后、啊、还是你抽到我的，是那个爸爸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那我、啊、那应该是、欸、你说那个爸爸吗？好像是哦。啊，那个那到底是谁？反正是你们。你说现在已经当爸爸的那个吗？没有，他本身就是一个爸爸。哦，那就不是了。嗯、那应该是罗斯的吧？罗斯表示沉默。我是觉得，被抓到，不是我背的。啊！为什么这时候会有人打电话给我？好酷哦！好酷哦！这时候打给你是骚扰电话，一接就挂。啊！不对，等一下，我刚刚手机有版权约。不会那么敏感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卓也有听出来这是柯南的歌吗？我没有听到，刚刚根本没听到歌哎、欸，我也没听到，我没听到，吓死我了！我想说这个收到的是 哭死，你有吓我一跳，差点断线。没事没事。然后这个模式是下一个人他要接着、就是，没玩过，不知道没玩过哎、欸，我们就试试看看吗？因为我本来我认为应该是下一个人要接着画。有可能，天哪！那还是不要上次吧。因为我这里有一个关键动作，但是我还没让他做出那个关键动作。关键动作、啊、对，他有一个很关键的动作，然后但是我只是让他先预备做那个动作。哎、欸，对啊，那这样好像就不能用动作。好，我已经在画技能了呢。行，你画好。我真心觉得会画很久。到底是谁出的这个题目？好难画。我出的应该很简单。我们到得了第三章吗？我想，我想问一下大家的时钟没有秒数是正常的吗？对啊，是。这模式是舆论压力。哦，好。要多久？三天。好了没？好了没有？还有几个？不好意思，现在画完的也只有两个，现在才两个，真的耶！我跟你讲，我这一个画面会有两个人，然后我现在才刚画好一个人，我还要再画一个人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画面，这个人的画风很麻烦。这个人的画风是这个人的技能很麻烦，因为他需要两个人。我的也是需要两个人，但是我懒就好了。我的也是一个三个人，那我的出题者是天使，应该没有人出闪现闪十一之类的。我刚才在想这个，秒先挂自己一个。完了，下一个题目就是闪十一了，要那个一个人踢的那一招。你要说冷界大战的场面，你太难了。帝王企鹅三套，尼哥三个。三个手指随便画了，我懒了。啊，反正时间那么多嘛，再加一点阴影头。我也在想、欸，谢的，我就这样吧。完了，我觉得要换戏了。画完线稿就已经精疲力尽，太快了。来看一部电影好了。好，太久了。目前领先，领先，目前领先。哦，紧张哦，我的天哪！还有谁？加油！开始舆论压力了吗？还有谁？没有错，好了没？还有三个哦，还有三个哦哟，笑死啦！待会就轮到你痛苦了。等一下，真的是等一下就换你，可可，可可，这来花十二天。好笑哦！所有问题你来画，凶！说反了，烦你妈啦！你去看，你去照镜子。太凶了，太凶了，凶凶！不是啊，我手没反，他说我手画错了，手画反。你他妈的，你去照镜子。搞不好他整个电脑是反转。我刚刚听成烧金子，我想说烧金子吧，差不多了啦，时间快到了，笑死，差不多啦，太凶了，朋友太凶了，好了，就这样，我好懒得画，天哪，我觉得我画了一个感觉
简化以后变很糟糕的东西。我跟你讲，我没上色哦，这个这一张图真的很痛苦。我也没上色哦，那个我也没上色，我真的没办法，他真的没办法，这会死人。我的必须上色。干白痴哦，这小指头拇指在这边啦，透视问题懂不懂？他们画错。那我就来上阴影好了。哦，还有三个是不是？对，这个要按完成哦，它没有时间跳，啊，所以大家画完要按完成。好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每个人都在等，有没有？好的，所以是谁还没好？啊，先自首。就剩一个嘞！哇哇哇哇！好深深哦！我没有，大家快去那个深深的那个 IG 留言，哈哈留言说要多久？要多久？那个叫什么？深深星球啦，天主主深深。哦，有，我现在改到天主深深了，比较简单。谁不是我，是我，我加点阴影。OK OK， 我要加阴影了，还没好的话，别再加了，别再加。我要好了，我要好了，我要好了。要讲啊，他再慢一点的话，背景会越来越多啊。我跟你讲，靠这个自求多福啊。没好了没？好了。哦，难。哇塞！哎，还有字哎。哦，对，他字还在耶。哦，白痴，我觉得是谁啦？这还真的有闪十一啊！那天左九出的，什么？左九，这人长什么样？我看不懂他手上的什么。请问有人抽到那个要使用技能，然后还有两个人的家伙？我啦，我啦。你就知道我刚画多久？这个题目原来还在哦。对啊，我把画风变为题目那种感觉。那我尽量变题目那种感觉。比赛，哪一个才是这个技能啊？天哪！我没有看这个，天哪！我现在也在画一个我没看过的啊！我的天哪！让他把。让他，我画一点中间章，让他半眨眼。嗯，哎呦，颜色怎么调啊？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没有，我突然 get 到了。有没有一种被强制赶稿的感觉？有有种业主在你后面看你的感觉，好紧张哦！我们的业主是正大光明的在看我们的实况台，我想说，上一家的人颜色完全画错了。啊，卓毅哦，是我吗？应该只有你上色吧？你是不是上黄色的？超赤裸。对，你完全画错了。哇，真的吗？哇，我找这个关键字，它是这个颜色没错啊。你画错了，所以我等一下会再接到四个说你画错了。没有，没有，繁星会把我们救回来。我不要。嗯，不要啦，我已经救一下了，我底色弄好了，我不要。救一下哦，你要出多少？嗯，封闭，封闭200万。好小朋友，五块钱哦，封闭啊，这也太难画了。我想要全部就照描第一张，真的，只要微微改一下他的那个地方就好了。我想放大哦。真的，好想把下面图层先关起来看一下哦。真的，天哪！大家都一样困扰。为什么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你为什么到这么久才？你现在才发现吗？是不是我在看细节，我看不懂。哦，那算我照画好了。天哪，分数好平哦，紧迫，15:15。
哭啊！我觉得罗斯好像很轻松哎，他都没声音。我这还蛮轻松，我在等你。好可恶啊！我好了，耶、yeah! ！跟上一张比，这张轻松太多了。我要少一根手指头，补一下。那这样可以聊好多了。对耶，瞄应该快很多，嗯，啊、这样轻松多了。上一张那个那两个人到底在搞什么鬼、啊？好可怕啊，两个人对。哎，怎么剩下七个人？我剩下七个人。哎，对，为什么我们不谁不见了？谁不见了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哎 ，DC 也都还在，喂，我不知道 DC 在，卓一断了，卓一断了，卓一断了，哎，回来，哎呦，回来，哇，会变魔术，真是变魔术哎、欸，但没声音哎，嗯，没有，他应该在专心画图而已，啊，忘记画眉毛了，啊。他名字是不是打反了？有，现在应该回来，现在应该回来了。我也觉得他打反了，所以我刚刚重新搜寻。然后出题的人还把名字打反吗？请问一下，是有颜色的那题吗？对。还有三个人。不是你这个技能，我还没画完第一个人呢、欸啊。那不是我出的，那是罗斯出的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没有，你们可以把另外一个人弄得很简单呐、啊。我另外一个人当然选他亲近的那个人了。没事没事。亲近的人是女性吗？海龟汤哦。那就他死了吗？死了吗？怎样在玩猜人名是不是？请问一下，这个人他还有贷款吗？等一下，我其实跟那部作品没有很熟啊。请问假的贷款住台中吗？没有，他住日本。okay, 请问他薪水高吗？请问他有写过散文吗？我怎么知道了？应该不是那个吧？请问他家中育有两子吗？请问他电脑被绑架过吗？好像还有一狗哎、欸！我操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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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其实他这个名字就跟 TNT 的做法一样，永远不知道 TNT 怎么做，永远会爆炸。不是 TNT 是沙子跟火药的排列，你知道怎么排吗？知不知道？对不起，我太久没有玩了。对啊，因为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倒是沙子跟火药，但怎么排会不知道？不是沙子五个吗？反了，火药五个，你看就错了吧？真的、哦。哦、真的啊、哦！我没有，从来没做过。我没有玩过麦块。那请问，蛋糕的牛奶是上面还是牛奶在下面？上面是上面吧。卓一应该是因为影片的关系吧？嗯，因为这题我才刚出过。哦，你是因为考那个对不对？对啊。考什么？那个麦块的丙级执照。对啊，我要这题不错，请容我，借去你错下一届的，好简单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你有兴趣参加下一届吗？不是，应该是繁星提供题目给卓毅。对啊，你知道那时候团团他们的那个艾米，我是分数最高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其实应该邀请你来吧，他们会觉得我在欺负他们。哈哈，爽哎、欸！
还是哦，不要别人画完，不要来我频道，不要来我频道留言了，还是没有完成没？我想说这样子吗？粉丝先不知道干嘛。好，我要哎，你画到太快了，等一下送我了吗？五个东西。我们要16张啊，对啊，为什么会画到16张？对，我们要画两遍的意思，是他要画一轮的意思吗？哦，两轮，很密哦。哎，喵花来我台，那我跳舞给喵花看，跳舞，那我去看一下，我要看他延迟有多久。我也要看，而且你抽到那题也太简单了吧？我这边写了超难，白痴啊！我要看，这边跳舞好酷哦！哎，现在你看动嘞，哇塞，这延迟好久啊！好酷哦！大家都在玩，我也想玩。到底要跳多久？哦、不好意思，好猛哦！那我要那个、哦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开始脱衣服了是不是？我要来这个，来。要洗？你这只有尾巴吗？有啊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刚刚在脚掌突然露出来了。那我要破盖给你看。啊？等一下，看不到了。好难哦。终于摔。我觉得肚子。但有回音。台主跑去看其他台了。原来你抽到我的。还有回音，回音没有啊？喂，都是有台回音很重，应该是我而已。快了快了，大家加油，快快快！哦，还剩一个人，下一个接到这个的人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慢了。哎、欸，该不会是画到我的吧？天啊，你画好简单，我不动了。你卡住了，好可爱哦！为什么有人像赞？我真的觉得我们会玩到十点哎，这个。对啊。糟糕了，我们是要加快速度。可能要定个每一场都定个。我待会每一个都突然变爆破。撞击、爆破、喷血。日式。啊，你是说那个爆破吗？好了，哦，有了。我这题好简单哦，抽到喵哈的耶，是谁的啦？感谢订阅，对不对？感谢追随吗？还是什么？那大家看我画图的时候，可以顺便看我跳一支舞啊。到底有多闲？到底有多闲？超闲哎、欸！不知道他之后会怎样，我要照抄了。我不然我会画可爱的感觉。我在想，他上面的题目是不是叫我们继续照抄啊，而不是自己想啊？那我们反正最后看的人是我们嘛，反正没差，就给他改一改吧。因为你要画16张哎、欸。对啊，是不是在画动？我要画电影啊。可以切，就是对啊。很多他的用意突然冒出第三个人之类的。对啊。你的两个人变三个人，然后就完全画不完。哈哈哈。我们可以用爆破解决一切。我不打开吗？飞来一只鸟。发现他这个动作也太难画。嗯。啊，再蹲下来一点点。啊，擦掉了。这也太难了吧！
画这种动画，就是就算看到不懂的线条照描就对了。好方法，好。这题好简单，我要画完喽。哇，难哦！为什么会有两个人？我要崩溃。你懂了吧？你懂了吧？我第一题好痛苦啊！我好痛苦。哎呀，我的线一直歪掉。不能直接按一边橡皮擦、啊，你是用赛、啊？没有啦，他这是网页的，没有用 Keep Studio 啊。我是不是该拿起我的手机打我的手游？那我要拿。我刚刚就是这么做的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的 Arknights 还开着，还在玩啊。我在把名字放错。一秒三十格的规格，哎呦，那真是好专业。因为我这边有个做动画的，哦，大大，动画一般规格大十二还是二十四帧？大大大大，我们请动画系来解释一下哦。基本是二十四帧，对啊。哦，我只知道做昆虫标本的时候，一针要插在哪而已。跟性别有关吗？没有了，它是昆虫针啊，那不是那个针啊。大头针吗？不是不是，我们是用那个专用的昆虫针。但大头针是用在斩毒的时候。斩毒是什么？它就是还是它身体还没那个僵硬之前，那个关节还可以动，然后我们会用那个大头针去把它用叉叉去固定成药的位置，然后之后就拿去灯箱烘干，然后再把大头针拔掉。哇，好酷哦！那是作业。做第几个？我人嘞，我跳出哪去了？你的人不见嘞、欸。对，跑去玩明日方舟了。我的，这是我的手、啊。吓死宝宝了，这是我的手吗？哦，我在这里啦。哎呦，太可爱了吧！每个人被自己逗得很开心。你时间好像很多哦。哇太轻松了吧？有没有人可以给罗斯一点压力、啊？也没有，这个话很久，你问我观众话很久。那我跳个千本樱好了。我觉得我五官崩掉了，算了。太可爱了！啊，不小心上色了，完了，算了。怎么了？你喵哈！嗨，你好。你想象一张十分钟。对啊，那个。那。可能就真的要画到棺材了、欸，要画快一点。两个小时，我们现在才到第四章而已。天哪！所以我们要加快了，是不是一张？对，待会全部都爆破。你这边可以直接按快转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这边不行，所以就只能大家讲好，乖，按快一点。好、啊，那我来看个直播好了。趁谁？待会来想办法加速吧。现在第二局，现在第二局了。现在才第四张图哦，我们还有十二张哦。我的天哪！原本时间一次是多久啊？一分钟吗？没知道哎、欸，没有算过。可是为什么会有十二张？我们不是八个人而已吗？他好像是乘两倍。所以是谁还没画完？哦，还差一个人。是谁？狼儿吗？当然。画完了，画完了，我交了，我交了。当然是我了。但是你快一点，剩胸部，剩胸部，等等，不用了啦，直接平胸了啦。嗯，不行啊，这个角色，这个角色不能平胸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动画成平胸。好，好吧，我们待会开始高速恶搞吧，不然好，好了，是真的太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哇塞，难怪，我才刚觉得可以快一点，可是这个角色我不行。不行，我还是要想办法快一点。但是我要先搜一下他的名字，叫什么、啊？这个、要是画坏，我就不见，我人就不见。
人不见怎样？被喜欢这个人的角色，被喜欢这个角色的人打死。刚刚应该什么都没听到吧？我知道我要去做这张图了，我要把脸全部放大。敲门，不要开门啊！哇，下大雨！我跟花大家活在不同的时间，完全没有感觉到下雨。我这边也没有，所以我刚刚我这边也没有。好，那大家应该、那就好。老妈，你不是也是在台北了吗？他不在啊。哦，他不在。对啊。要在了哦，要在了。要在了。正在回去的路上。你现在在哪里？搬家路上。边搬家边画图吗？其实我真的是边家边搬边画图。我找到画快的方法了，我把人物一直放大。我后面就是收一半啊，人物放大，就是人一直放大，你画的东西就少，就可以画很快了。OK， 物理放大，我现在把它放小，对，物理放大。天哪，我还真的没有画过这角色。等一下，这个胸部很说很重要，是这个有心形胸部的家伙吗？是、啊、我他胸部看不到啊，被我放大了。啊，胸部是重点呢。不行，我没空画他，我们还有十几张。我第一张画认真的、欸、我管你的。他现在已经看不到胸部了。耶、yeah, 我好了，好快。哇、哦、不行，我等一下我还没画他的舞。有点压力。有点多。说要最快的那个。来自你加油。哦，好想把下面的图层关掉，告诉我好乱。阿才太强了、哦，完了，他长出胸部来了、啊。我的胸部跑到你那里去了。对，我要把他胸部画掉。这句话，他长出是长大了吗？这样可以瞬移，瞬移的胸部。他不会有胸部啦，不会吧？来吃一口晚餐。你那晚餐超大声的，你快点！好啊，真假？声音很大声吗？很大声，真假？很大，收音这么好，对，很像在麦克风直接那边搂。真假？我离超远哎、欸！会不会其实你的麦克风一直收音的不是那个麦克风，而是别的麦克风？哎、欸，有可能哎、欸，我关掉来试试看。反正我画好了，插了好几个麦克风吗？没有，因为我是用蓝牙耳机，可能会怪怪的。好，结束。我已经好了，只是在加特效。OK， 我好了，放大真的直接救一切。但我要全部一直往前放大，最后都大家都只剩鼻孔。好哎、欸，那你就是鼻孔会师。鼻孔，在座的各位都是专业的鼻孔会师。鼻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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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品牌名字哦。哎，忘记挖耳环。挖鼻孔，找鼻孔。安安，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哇！他是往哪个方向去做这个动作啊？完了，完全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还是啊啊？没关系，放大就好了，放大它。不行，这个不能放大。没关系，放大它。那我只画两颗眼睛喽。好。哎、欸，对，好主意耶！我看一下这角色。不要好主意。为什么我找不到一张比较大脸的？谁啊？没关系，然后放大它。你不是照描改点东西就好吗？
完全没有照表，我直接放大。我说然而啦，我现在就这么做。啊对啊，这张图会不会回来的时候，它已经只剩鼻孔了？会哦。好吧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时间了。好久没画这种少女漫画风格的东西了。然后抽到我画的。放大也很难。对啊，放大也好难哦。啊，会吗？嗯。是什么颜色？为什么要上色？很像那种那个很厌世的加班族之类。很像这样，我突然觉得一直抽到我下一家的人应该会很好笑，因为看到角色离越来越近。哎，等一下，他这次可以眼睛把它闭起来，那他就一直是闭着眼睛的状态了。然后现在接下来都变 Q 版，那他就变小刚。哎，对耶，我们把它全部变小刚好了。不要啦，好嘞，再也不想画眼睛了。对，我说眼睛的功夫花最多。那、啊、这个地方什么颜色？好呀。谁啦？还要画背景？对啊，为什么还有背景？就这样，我已经看不到我的底图长什么样子，全部盖住了你啊！对啊，我想吸色。我这张底图，它有画到腰部，但是我直接画到脖子。好，它的吸色还是一样很难用。它有吸色吗？有，你把那个放大，就是那个最左下角那颗大图点开，它下面有一个可以吸色，但很难用。哦、用了以后就不会想用它。我还是看不懂它的吸色。没事，我只想知道这个功能而已。有人说我们这一题目前已经花了37分钟了、哦。我的天，的这么久、啊！我们才画六张而已。所以真的，我们要加快。不管它最后呈现怎样，我们加快它。就算了。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有些动画第三部以后就开始崩坏了。哎，真的耶，这是从第三集开始崩坏耶。真的。なるほどね。我真的不能玩没有限制时间的东西。我们待会如果这样回去玩那个一样画葫芦，会不会超不习惯？对哦，你就会马上画不完，每个人都只画一撇，太惨了！哇，画完才发现我崩了，天哪！没关系啦，目的现在是结束它啦。我偷看那个台，只看到抽到我的下家。好丑，还有10张哎，为什么？还剩一个人，好了，好，谁上？哇塞！哇塞是哦，他怎么会有两个人？有讲出这句话，我们就知道你抽到谁了。我这主题已经跟那个内容没关系，应该没差了。我上家是喵哈吧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我把它放很大哦，你可以再把它往前放大。那我要开始放大了。我终于画到我会画的。可是这个人他有指定动作，我不能放大，完了。哎、欸，我的图已经跟那个没有关系了。您看不出来是谁了。我靠！我觉得观众已经觉得我到底在干什么。我看不出来我到底有没有上色，跟下面颜色太像了。不用上色啦。哎、欸，我好了，好快！我要用最快速度画这个东西。好了，
可以让他长胸部吗？有，他有，但你可以不用画出来。我聊天室全部在打太大了。可以啦，这样子下一家也可以画很快，我就可以加速这个游戏进行了。应该不会有人打火。我要把第二个人稍微的被盖过去一点。你可以把它变成那只动物。什么动物？你说那个第二个人出不了啦。嗯，对，我忘记画眉毛，还有一点时间呢。瞬间少了两个人。不是，我加个眉毛，我加个东西而已，很快。好好好，回去那个人了。好 ，OK。刚刚超级留言。哎呦，我觉得下一个抽到我的一定很傻眼。那我再多加很多特效。发现它是随机的，上下加。对啊，它上下加都是随机的，我一直以为不是固定。它这个，我觉得它这一点做的还不错。好。还剩两个人，加油加油，冲啊 ！EK， 那听起来很像柯南要把那个他脚下那个板子丢出去，是，画歪了，没有要画正啊。我现在只为了目的是结束他，我们现在连一半都不到哎、欸，那一半是八，我们在七耶、欸。有听到这三十分钟，我们是说加快加快，还要画正干嘛？哦，我跟你讲不止哦，现在快四五十分钟了，所以我们画完这轮就要结束了吗？没有，我们还有，我们还有，我们还有九张，救命哦！快点，大家放大他！他妈的，谁在打歪？我 ban 掉他！不要再上色了，大家 ban 了的啦，气死！歪了，歪了，还剩谁嘞？剩一个。就后面就直接用黑笔、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他的眉毛怎么变这样了？他是哇哦！我看到我刚刚在弄图片，我发现这只放大好像反而比较难画，所以我才说你放大你就说很好画，懂了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好好画、哦，屁啦！画了以后觉得哎、欸，好像没那么难啊。欸、可是这个人摆就是很大的脸了，救命啊！欸、我画完了，太哇哦！因为我这不是人啊，这是动物，所以我该把他上色了。好了，把那个他说的背景加一下。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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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这动作怎么比啊？天哪！好的，好了。哇，大家都很配合，三个人好了。已经没在看题目了，不想管了，不想管了，快到结束吧。啊，这是什么颜色？如果这是秘密的话，早就结束了吧？可能已经开始第三轮了。这个是秘密的五十倍时间吧？其实我们全部如果都照描，它也是可以动啊。就是一种，但是照描很花时很久哦。哦，还差两个人，快点快点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正在路上了，正在路上了，再等我，再等我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还在床上。其实我们有了有了有了，哦有了有了，差一个差一个，对不起，差一个，所以哎、欸、又少一个，哎、欸、又多一个，哎、欸、又少一个，左翼，左翼，左翼，好，这是人的压力。什么？我怎么画那么大一个？哎、欸，画到自己的哎、欸，好屌哦！回来了，画到自己的，这样回来了是不是？好大，他脸好大。我要用粗的笔画了。我要放大。所以自己会画到一次，哎，好好笑、哦。
样很开心。所以应该是轮开始轮了吧？好，我们只要再轮一次。哈，我待会又要划到那两个人了。我、哦、天哪，你划到等于说再下一次就是我划到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已经把另外一个人给盖掉了。哦，太棒了，太好了，没关系，这就算轮到我会把它变成那只动物。嗯，别别，结束，结束。一张一张的崩坏，画到自己出的不太想结束，完蛋了，完蛋，又按下去。我可以想象出来他的脸到时候会变得有多近，头上那个会有多大颗，都在加奶。我在聊天室一直说不要再放大。你是放大型会师耶、欸放大型会师，却待会抽到我这个人一定超傻眼，超大！我用那个铃声提醒你们。好了，是我啦！哇，音速不见了，亚当！哦，他笔刷好大一个哦，人还在啊！好啊，要大一起大。来啊、这好像不能打，好吧？打啊打啊！最后就只剩两条线。嗯，但我画来画去，还是觉得这一张最难画。等一下，我画到这张，表示下一张就是那个喽。对耶！我放大了，变太可爱了吧？哎，我画好了，太快了。等一下，所有人都从那个角色都往前冲。对。啊，他的他的胸部不见了，他的心形胸部。好想把他带回去。再让他后退，是不是？我那时候画的时候，我直接只画到脖子以下。我心形胸部画很久哎、欸。因为我上去的只剩下三个洞。是吗？那个星星胸部是 Big Boy 吗？哎、欸，差不多 ，Boy Boy 的类似。其实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已经画到自己的图，大家都已经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对啊，那要直接讲吗？还是就算了？都可以了。就是那个吗？亚、那、修、个啊、的那个、啊，意大利钢琴师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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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对呀、啊，还是我把他拉远。不要靠近我啊！不要再拉远他了。他都没有他手里，都会只加油加油！各位 ，Deadline 快到了，剩六张，我剩一个人，一分钟，这样只要六分钟。好啊，我一张一分钟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计时，来来来，有什么问题？那有什么问题？还有一个人，下一张是那个叫啊，对，那个叫什么？闪十一的那个多久？多久间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好，我先找好他长什么样子。放大，放大，放大。然后计时器开始。太大了，太大了。他上一秒他怎么长了？长了一个太大。他怎么变那么可爱？我把他变狰狞一点。超可爱，这个。大家直接懒到眼睛也只剩一条线。完成了。太快了。最后真的是几笔就完成了。如妖天国，我想画成米币哦。我也来放大派了。哦天哪、啊，我把人家屁股好大，算了。啊，竟然是屁股大了。哎、欸，一分钟到了，全部。屁啦，还有二十秒啦。哎、哦欸，可是我是看那个时间啊。我刚刚星星胸部到底是谁啊？乔鲁诺啊。意大利钢琴师。你应该是接到我那个变只有脖子以下，两秒，一秒，我以为你们在说这个，全部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细节快画完了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细节，我以为你们在说这个 ，Big Boy，Big Boy，OK， 好了好了，放大放大，好好好，完成完成完成，然后是怎样？为什么是谁啦？我还用最大的笔刷了。好、哦，一分钟开始。你最大的笔刷了吗？这个重点已经错了吧？这个某方面来说还蛮可爱的。好，结束。
划破鸟、啊。那个也是铃声的一种吗？那个鸟叫声，哦，好逼人。薯条表示快点，快点，快一点。没有，这是钱钱。哎、欸、，Big Boy 的卡片也太好笑了吧。Boing Boing， 你是谁？你看这哦，不好意思，你为什么要叫我本名？不好意思，你看这个，你改掉这个陋习好吗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你的本名还在凯吉的影片里面有过。哦天哪！算了，我算了，我算了，算了，大家去找我 FB 哈。啊 ，WNX 可以看一下。那我那时候还想，还我还敲他说，哎、欸，这个剪进去没关系哦，他没关系啊，他们两个都这样叫了，太大了啦，好大，他好大一个。等一下，我知道了，我直接只画心形胸部。好哎、欸，不行，就算再快，我要把他脸画好一点。就算再忙，也要陪你喝杯咖啡。等一个人的咖啡。等一咖。不要这边作血卡啊！是只是只我太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吵了，太吵了！这什么压力？天哪，这什么高压？我要加特效，好吵，好吵！刘谦，好了，好了。啊，好了好，我心胸部好了啦。到了，到了，时间到了。好，画个爱心。等一下， OK、我的手黑板荡掉了。你不要一直催他，他很紧张。他流汗了，你要给他安抚一下。哎，没事，这些人都是坏人。哈哈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画好了，最大笔刷。哎呀，不要逼我！有人笑到没办法画。你那边到底画是什么？点到你的？谁？好吧，好吧，上一个画强弱弱的是谁？我就是我要画虚形胸部啊。然后我没有看过那个 boing boing， 输了。我不管，我要把波音波音加上。什么？我把波音波音加上去。什么？波音波音有卡牌？他什么卡牌？我超好笑的，突然笑的、欸。搞什么呢？怎么办？我聊天室的词汇突然变好少，他们只剩下"太大"两个字。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在说？没有，是很多人都在讲。我觉得聊天室是狂刷，好大，好大，好大。啊、太大，太大，太大。到了，直接到喽，还有一个人喽，接到喽，在网咖的。对，下一个是谁啊？我好考验我的记忆哦，我已经忘记了下一个话题了。什么？这到底什么？什么？已经不是橘子兽了，他妈的大眼怪啊！有人懂我的笑点了吗？好快哦，画完了。到底是谁的重点一直错？为什么他真的是星星胸部？我看一下波音波音怎么画哈。我好好奇最后变怎样。好了，哎、欸，我们剩最后一张了耶！哎、欸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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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！最后一张是谁啊？最后一张是谁啊？最后一张是谁啊？我是橘子兽啊！我忘记了，让我画到谁？橘子鸡娃娃。哦，不见了，手臂都没有了。谁来画胸部了？你知道为什么刚卓毅会笑成这样的？等画，等画，大家笑的肚子很痛。好，画好了。画好了。大家看好，这是最后一张领域展开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天开，你知道那张领域展开是我第一个头，我就直接把它画成那个只剩手指。什么？哎、欸，我画的辛苦哎、欸。好了，搞定了，耶、yeah ！有，我有画到头，我也有画到一次。我这已经不是橘子兽。
OK OK， 射一个，射一个。有人说我们是经费不足的电影，我们只有八个人可以画，真的。哇，我们耶耶， yeah! 好累，好开心哦，动视巨作。就是你，那你以后就开始、那个。这个我每一张都要存。哇塞！哇，好强哦！这是第一集经费很足。哎、欸，手已经，马上手马上合上去了，要使用了。来了来了，第四集真的开始啊！哇，我觉得现在目前还是很精细啊。什么时？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这里吧。到这边经费都还很足啊。来了来了来了，经费不足的地方来了。后面读着不能关，真的很烦。是我啦，这个手是不是错了？哇塞，好精细的手。中间一部分那个经费又回来了。手的经费特别粗，然后又没有了。真的还有？没了没了，经费没了，经费两集就用完了。啊，手要爆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等一下，森森是不是没声音了？谁？森森？森森？对，森森没声音了。爆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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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存起来！存起来！还没？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很赞哎、欸！好猛哦！好猛哦！我要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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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会是十六张的 GIF 对？它下面有一个那个存的。太赞了吧！不会是十六张的经费，这个都是那个吧？靠近系电影吧？我笑死啊！森森的麦克风好了吗？你进去再出来一次看看。而且我那个刚好我第一张是还没把手那个弄起来，刚好这样有一个它有一个结印的感觉，真的好棒啊！完蛋了，森森的麦克风挂了，哎、欸，它有亮了一下。哎，有了有了有声音，有了有了有了，那我要继续哦。傻眼，所以我刚刚都不在。对，我就想说你这个笑点低的人怎么可能不笑？我笑超好的，超可爱的，好可爱哦。他、啊、后面为什么变亮子啊？我很不是说放大吗？后面变超大，我很认真。后面超大的问题了，经费充足的举手，好可爱哦，软掉了，他怎么软？他变成水，他变成水，哎、欸，好可爱，沙滩，这很可爱。他不能用，芝麻酱题目吗？可以看一下题目。哈哈哈哈哈！经费不够啦，是我啦。来了，放大机会师来了。句句话，一句话，有符合题目。好大，好大，有领领域展开了吗？领域展开，好可爱、啊。滚沙子，滚到滚到。哎、欸，对，这边还是正常的。到底是谁开始的？是卓毅吗？我是，我觉得有点不好，不好啊。对啊，这个多喜欢。好赞哦！啊，可惜、哦，可惜最后没有花很久。可恶！我在沙滩上看到比基尼穿过去，难怪你会一直笑，你要笑死！你真的动起来，好猛哦！我想说怎么会有 Big Boy？ 超精细！我笑快吐了！哇塞，前面那么认真哦！我看图，我以为是那个，我就画那个。前面好认真哦！真的，前面好认真哦！哇，对，每个人都好认真哦。第四章才说要开始的啊，然后才开始放大，是不是？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我好像来了，来了，每一张都是十分钟吗？哎、欸，吃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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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这张我画过吗？太大了，你太快了啦！放大系会师，放大系会师就是你，太快了，太快了啦！这样看不到，笑死！超近。到底要多近？有谁可以画一下食物里面嘴巴里面残渣？已经不知道是哪一部分了。你看我有在放大，我有在进一步放大。我已经看到这个。
哦，原来是哥看不懂这个。对，我也看不懂。我已经在进一步放大。别吓，放大错了，放大镜头不要走了啦。走了，你的镜头怎么了？变成 logo， 哇塞，不同部分。嘴巴会张开，好猛哦！哇，变成两卡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其实真的有画我，真的变成两卡了，真的有电影的感觉，好猛。有变得很惊喜，可是太花时间了。基罗摩啦！哦，还是白色那一只。对，对不起，基摩罗是白色的哦，对，嗯、白色的。他也是画错了、欸。我想说找这个好像只有这一只，哭太惨了、哦，他很哭哎、欸，他很哭哎、欸，阿宝，他好歪，后来怎么了？突然又变，突然变，突然变正常了，突然又变，又缩回去了，突然又踢到了，刚刚是酝酿吗？然后到最后又变大了，然后又软掉了，啊，我忘记上绿色了，哎、欸，他吐累了、欸。他已经哭累了，他情绪起伏好。为什么我讲话米弟啊？好怕、啊！放大吸回放大吸回师来了，放大。哇！我烂哭哎、欸！有。好可爱哦！哎、欸，这边讲，我笑，回来了。又近又远，又近又远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哎呀，好玩哦、喔，好像冲过来哦、喔，好可爱！欸、每一张都很像冲过来、喔，好猛啊、喔！对啊，这、欸、真的我要每一张都要存，笑死我！好笑，哇！怎么又是你？又是你出的，哇！好强、啊、哦！好强啊！哇！好强！哇！好强啊！哎、欸，这个画出去，这贴推特上会不会红吧？可以试试、欸。有。注意放大器会是。有点后面呢、欸，可是后面呢、欸？请问你们是运镜了吗？因为我看到的是他换角度了、欸。是运镜了，光之开始经费开始不足了，简化器，他的拳头一直出不来，放大错地方了，什么？月牙的胯下，怎么变？怎么变这样？我已经不知道在干嘛，我以为是特效哎、欸，我乱哭，好轻松的，乱问的，还是替身攻击，糟糕，替身攻击，广志被踢到是不是啊？那镜头飞出去，广志被踢到哎、欸，好赞哦、喔，有动哎、欸，好棒哦、喔。太好笑了啊！原来是左九出的耶！哦、好可爱，这好那个很长。对，我那时候在想那个，大家有跟到哎、欸，棒！看大家都太认真，看我前四张都很认真。来了，放大器会师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有啊，我已经在放大了。没有，他到我这边才放大。好可爱哦！还没，开始放大，要开始放大吗？还没吗？哎、欸，还没。跟上架。好可爱啊！应该是狼儿后，然后就开始放大了。收收，来了来了，要放大，放大器会师了。这可以，这放大可以。好可爱哦！怎么了？这种怪怪的，好色哦！好可爱，真的卖萌。应该有他跑到镜头的感觉，有可爱，好近，好近哦，好大。
啊，好可爱、欸！有哎、欸，有冲到前面的感觉，好萌哦，好萌哦！哎、欸，他手刚好张开，然后再搭上去、欸，好酷哦！哇，他有眨眼，他像深深的那个猫。来吧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一幕就笑了。原来他的胸部还在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我第一张放大的东西。前面真的是有认真、欸，好认真，大家好认真。哇塞！哦，转了，刚开始放大而已。对，云都有在、欸，后面没了吗？嗯不好说，旁边我只画了三个圈圈而已，好可爱哦，特色超明显的。动画是如何经费不足的？垃圾，好大了，好大，那又拉远了。手动像是蜡笔小新里面的，真的，哇哦！哇哦！我来了！别闹了，派大星！好大，好大！太近了！这个是 take 左边的吗？对。哇！哦呦哎呦哎！好好玩哦！我差点没成功。赞呢！有成有成！最后了。为什么哦？都找难了，为什么不是动员力啦？该画太好了吧？画、哦、太好了吧？不行，要画他大声唱歌的感觉，太好了吧？就是有像那种能剧的那种，总之让人变超热血，rock 系哟，对吧？他没有哈了吗？还有鱼耶，来了，放大了，耶！谢谢喵哈，头上那颗会越来越大。对，他是头上那颗哦，不是眼睛哦。我后面是眼睛，眼睛吗？太大颗了吧！第三只眼毛，生气了，我让他大声唱歌的感觉啊。情绪不是很稳定，那个好好笑、哦。那个来了，是伯格镇的暗那个露娜，露雅。哦，露雅，不好意思，好可怕、哦！天哪，冰娇露雅，现在这有办法播音吗？你可以出题。天哪，到镜头了，是不是？镜头很用。突然唱得很用力，这样镜头不小心掉下来，找他脸，情绪好不稳哦。我们结束了，耶！导演，我们玩了多久啊？这一关、啊，以后不要随便开电影了。真的，我以为我本来以为，结果他竟然没有，他们观众也看了一个小时电影了，好猛哦！真的在看电影的长度，一个微电影，这比那个夏目友人帐的电影时间还长，一定要屌。那我们要玩哪一个？啊，结果都超精细的。那对啊，我们要在之前有讲到那个吗？歌的画面用一样画，好啊好啊，说封面图哦。好好好，好好，就像是有很多那种 ambient 经典画面啊，或者是有一些那种 B 加的那些画面啊。有限制吗？歌的图案，歌就那种。就比如说，像举例来说，《深海少女》，你一想到就是这个她掉下去海里的那个画面，那什么东西？朱茵哥，完蛋了，就时代的眼泪的问题了吧？我时代眼泪他，我跟你等一下，说到那个年代，大家会不知道吗？天哪！深海公主是什么？深海少女啦！少女啦，不要随便把人家改头型好不好？深海倩女公主殿下吗？那个应该也有画面吧？都是那些 MP 类的都应该都有。那我要画 Coco Loki Seki。好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待会最后再问那些是什么好了。啊，你们找好图了吗？找好了，还没。等一下，好难哦。好像可以找真的会很难。他点下去马上听到歌。我们有时间限制了。我要开我歌单。你不要不小心放出来，会有版权攻击哦。没有。等一下，图不见了。
我已经开好我的 Spotify 了，而且还把它静音。我知道了，我好了。我要画这个，我好怕我突然会不小心唱出来。你要小心，我刚刚差点唱出来耶。我好了，你是要唱那个吗？还有谁还没好？你该不要跟我画同样东西吧？不要哦，大家都好，我麦克风没有问题哦。OK， 我画前阵子我很常在 loop 的。完蛋，森森又不见了。森森，那我要画我画过的啊。他去上厕所，他去上厕所。猫咪大战争六周年。六周年。哒哒哒就会。好嘞，我要来看刚刚那些图。好看呢、欸，不愧是，不愧是用时间弄出来的。真的哎，我刚刚赶了一个，等一下我点错图了。哪个最经典？我要现在来发一个动态，我们这边完美呈现动画是如何崩坏的。我好累、哦、完美呈现动画是如何经费不足的。可以懂为什么动画经费不足了，花一个小时才变这样子。真的应该不会有人画那个吧。我等一下我要看一下这首歌现在已经多少点，应该不会那个 Super Idol 的笑容吧。闭嘴闭嘴闭嘴，你知道出来也是蛮厉害的。要怎么画、啊、还是你要十亿点阅率的那个 Super Idol 的笑容。哎、欸啊，那小姐，你的是七？欸、你刚刚是不是又讲本名？哈哈哈哈小姐，请你闭嘴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，我这个才2.4亿而已。OK OK， 2.4亿，那我们不一样。好，我们不一样。因为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爆了爆了爆了！撞车了撞车了！哦，那我就按开始咯。啊，森森，等一下，要玩什么？要玩歌的画面，歌的画面哦。MV 的名场景都可以吗？什么都歌都可以，你找到了吗 ？MV 的封面啊 ，MV 的名场景。好，我可以，我可以随时。哦，名场景哦。那我就按开始咯。OK。啊，记得这有时间限制哦。有。我可以画封面吗？我好了啊，不对，太快了。歌的场景哦，我会不会画完草稿时间就结束了？等一下，我现在有 我有不小心想把它放大的那个，摆不回来。放大器会师，请放大器会师，会师，请你住手。不是不是，你接到我的图反而轻松吧？还是等一下你再画其他人也要放大？哎、欸，好像也不是不行。啊，干了！一样画我就不能描图了、欸。对啊，对耶。然后他长什么样子就很累啊。对啊。我要来画蹭流量的图。鬼灭啊，没有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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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都过气了。啊！哇！完了！来啊，干我啊！来干我啊！来啊！来啊！来啊！完了！没有啦。马上道歉，都太快了吧？没有啦，那已经没在看了。我怎么画啊？大家都拿这个 diss。对啊，然后爬在我的留言板攻击我，对哦，我喜欢，我就可以增加曝光度。赞吧，不喜欢也会增加曝光度。对啊，会啊，会啊。你看那个留言，只要留言就会。你看那个暴怒的人，暴怒的人不喜欢有多少？然后暴怒的七海路亚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暴怒系会师。有没有滑到了？人鱼也算动物吧？嗯嗯嗯嗯嗯嗯，笑太爽了，太好，这点太好戳了吧？很好取悦，对啊。不好吗？哎、欸，好事好事，要用娇羞的。不好吗？不好吗？太白才音了。应该还好吧？完了，野心太大了。时间已经剩一半喽。对，好想放大化。你可以现在变成放大器会师啊。直接那就会只剩下一个东西了。哪一只？不要讲出来。
我差点变化变成真的，而且我这首变不了，因为我这首有点高。你可以自己降 key 啊。刚刚是哼出来了吗？没有，控制不住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。嗯，不管了，我今天记录档就要用这个封面了。boing boing 吗？不是。靠，对了，这样搞到你们呢，抱歉了，为了流量。搞到你们不就是要搞别人吗？必要的牺牲是要的。嗯，笑死。嗯？哈！天哪，啊，好快，时间怎么这么快？我们刚刚经历过现在不是电影哦，不好意思。对，完了，再见了，我的下半生。下半生，你的下半辈子没了吗？差不多，好严重。哇，真的好赶时间啊！怎么会这样？他是不是又加快了？有人动了时间？完成哦！不乱画。欸，我没画到头发，救命！天哪，完了！你下一家会看得懂你画什么吗？可以啦，这个很经典哎，欸。我，哦，这个也超经典的，我这个也很经典。车，2.4亿播放，怎么可能不经典？哦，哇哦！先没事。不是。哎，同一个语言啊，同一个语言。哦。应该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什么吧？要先看有没有接触那一块吧，哦。有吧？我们接触这个东西的年龄都一样吧？啊，可是这个很新诶，欸，我的撞体。哦，这什么？你很奇葩诶，欸，看了。吴伯鲁，等一下，这叫什么？他会跑掉了。他这首叫什么？你是不是又叫本名啊？那个，等一下，这一首叫什么啊？啊！叫什么来着？我想画另外一只。不行。哦，现在有人跟我思路是一样的。而且为什么你可以调笔刷颜色啊？没有撞题，没有，刚好没有撞，就差不多。我知道你可能跟我一样，可能在讲我。我靠，画到一个很像的。对不起，聊天室都知道，就不知道。我算了，不 Google 了，来不及了。对，就是他。我已经忘记他配色长什么样子，应该差不多是这个颜色吧？我记得这个画的也一样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完全不会。那就画 Super Idol 的笑容。哎，我现在有时间 Google，欸，我要去 Google 一下。哦，还有观众帮我打好，我要直接复制。哦，超好的啦，真好，开台了啦。真的，以后开个台还可以偷看一下大家画的。对呀，啊，所以你都在看偷看大家画的吗？我觉得我笑一下，就是我上一张画超认真，但这张画超完全来不及。我不会，完全忘记了哦。对不起。我也玩了。有，我配色方向竟然是记对的。我知道怎么画，可是好难哦。哎呀！太快了！我想问有没有人，哦，我不会写那个日文？有没有人的，哦，我完蛋，讲出来了。有没有人的歌的那个歌手也是 Y 开头的？没有，我是啊。白痴，欸！我现在正在画一个 Y 开头的。你是画一个 Y 开头的？好，那你应该是小贤的题目吧？你不要再叫我昵称了。有人快崩溃了！快打小贤啊！这是谁？好经典哦！哎，欸，我知道，我难得知道这首歌，太好了，我有 get 到大家了。我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，不好意思，应该是这样吧。这是谁？哇，这首歌这脑袋会跑出那个音乐，好恐怖哦！如果爱豆的笑容，不是啦，的甜，我们同一个时代的。
我们同一个时代的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忘记，我现在还停留在那个 Super Idol， 不是，到底是什么？是谁？你没听过 Super Idol？ 不知道啊，我觉得我来不及了，我要放颜色。一滴青春滴在流水，海天杂志的自来水。什么啊？不好意思，杂志的自来水。我又不小心画出崩音波。我要先道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什么？啊，那是什么？贞子吗？天哪！你在画陨月吗？中配合棒。好冷，雅斯娜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完蛋了，我听到刚刚旁边的字是什么了？雅斯娜，好不容易来到我的领域。您的领域。我的字是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已经忘记上一波是什么东西了。我已经忘记了。他已经完全只变了 B 加的人物了。没错。请问这是放大戏的吗？哇，这个好有画面哦。为什么有那个音乐？为什么白龙？我是塔斯林。啊，那个为什么现在应该已经脱离放大戏？为什么我还在画放大戏的东西？不好意思，我忘记另外一个人长什么样子了。太快了，很好，先这样。啊！哦，哎、欸，谁的麦克风挂了？我哥常常让别人去描述，有杂音。为什么我现在没空？我没空切过去看是谁。我就不晓得是我的吗？是我的吗？没听到，那可能就是你的喽。看谁没听到？我有听到杂音，我有。我手绘板挂了。那应该又是那个卓毅那边的。啊，刚刚这边写什么？啊，随便了。哎，卓毅没有开麦哎，他刚刚静音掉了。那他？他有寻音吗？超冷的，哇，怎么办呢？我为什么画到一个？我来处理，直接放弃。你先画图应该还行，先静音好了。好。哎、欸，我刚没有，好像有题没抄到题目哎。不是，是怎么？要么没画到，要么就 bug。哦、这是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我怎么画到一个 Q 版的草间弥生？喂，嘿嘿嘿，你好，我想说我又被霸凌了。没有，不是不是，现在这个画有点急啊。对，我的手绘板刚才一直荡掉。啊，你怎么今天上次是左九，这次是你的手绘板挂掉？我们每一次都有人挂掉，一定有一个会挂掉。我太久没重开机了，突然觉得好快。啊、左一那边还好吗？我是网路有一点断。有吗？现在没有。OK， 好，那我按开始了。这什么？哦，那个阿斗的那个，阿斗的阿斗的那个，谁啦？这个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为什么后面没看到？五三对对对，同一个歌手，同一个歌手没错啦。两三，Oh my god！ KO 还在，KO 还在，我只记得 KO， 我不知道是什么。直接大崩坏，感觉又放大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简化放大 ，K K K， 这是小小兵吗 ？K， 巴娜娜 ，K， 巴娜娜 ，G G， 这是什么？哦，那一首那个 Phony 吗？不是吧？哦，正哦，正妹，那个沙什么？金的沙之行星，中文太小了，我的天哪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怎么样子了。我以为是绿色头发那一个，就是绿色头发，古米吗？对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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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头发颜色有好几种，对，没有固定的一种颜色。
怎么变这样？然后那时候我是在处理卓毅的麦，然后我已经忘记他砸死火星。从电影回来，这个好抽离哦。对啊，好抽离、哦，速度超快，太突然了。哦，我刚刚抽到了，还真的喜之没有你。原来变鬼片了，对啊，一句话不好就直接变颜色的位置，都还记得。哇，糟糕，这个颜色没有传下去，有点微。玩的玩的，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。原来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有画到。草间弥生还是从这边来的。哦，草间弥生就是这个。Q 版的草间，感觉变成 Daily Daily Boss 了。我差点死在你身上，好卷！变俄罗斯套娃哦哦哇！跟我一样，我先道歉。不会，现在看到画面是还是有啊？这首，但我现在叫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先少人下面那三点就。哎、欸，那我好像有接上去。五二四是什么意思？有、歌词是五二四，我记得是五四三二，哎。Five two four， 不好意思。我死一眼啊！我没看到数字。我瞬间记忆好差哦，救命！你知道后面变什么吗？就是你，就是我好好奇啊！我说的放大戏就是这一个，好可爱！那个是什么话？是谁？好可爱！哈哈哈哈哈！荧幕前什么了？问号了？这跟我画一样吗？出哪一题？哎、欸，我刚刚没有看到题目，刚没有看到题目。对，是因为按太快吗？他刚没有让我看题目，然后直接就是让我直接做、哦。那有累，应该是看太快，哎、按太快了。这个音乐还放大怎样？这是哪一个、啊？因为我没有画过这个。哦，那个我写出那个他的名字。我很抱歉，我来不及了。你画那个面台湾人吗？你没有画到这个，你可以问看我、啊。后面就只剩下那个。Coco。没有在 Coco。因为我完全忘记他左边写的什么。就是来看得出来角色。都变成娃娃了。哦，有了，我有印象了。盘腿坐。我拿到我说你是卢鑫。盘腿坐哪招？为什么往下移？笑死。哦，那我要道歉，不好意思。哇，这个没事，那我也要道歉。我好像媒体都在道歉。你在干嘛？那我要道歉，我误会了，我误会了。我没印象哎。啊，我知道这是什么了。怎么去？不玩了。是问号吗？我也是问号问号。这两个太难了。我突然画勾手，还有我在那边插的勾手很难画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来点不一样的。就是。哇哇！它是很经典的，很非常早期的那一首。什么是未来的消失吗？不是啦，是那个就很早，是超早，这首超早的，超级早的，这超早。那我再道歉一次，旋律都跑出来了。他说把钱交出来。啊，那我要道歉一次，不好意思。那我要道歉，对不起。扩音拿那个放这个这扩音器，应该就是从这个 MB 来的。哦，对。变成葱了，变葱了，那不是拿葱吗？好聪明哦！这个葱看起来好好吃哦，是不是变成小葱了？那叫什么电战争什么的？好翠绿。Love is war, love is war, love is war。是铃木雅之哎。我们来回去玩动画吧，有限时间的动画。哦，有限时间可以啊，不要在电影的，会画到十一点都画不完。真的。真的，真的，我们动画来画什么？宝可梦进化，好，
哎、欸，我们这、嗯、我们那时候玩真的都在让它进化，那就宝可梦哦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要找到我们八个共同点还不好找。嗯嗯嗯，宝可梦，我看我先收到第一个的宝可梦会是谁哦？出一个超后期的，boing boing宝可梦 ，Pokemon Go。会不会有人真的画波音波音上去？那我要画，请。哦，可达哟。那超是有限时间还是算人？这是有限时间，还是可以的。我想说画一个简单的就好了。哦，好吧。我要打开我的全国图鉴，等我。我想要找一个可以来当我封面图的。我来帮你，我就来画波音波音了，帮你吸男性的人气。好。好诶。Yeah. 你可以画女性的波音波音啊，怪吗？好，我知道我要画什么了，我好了。波音怪，蛋奶怪不是吗？保生波音，不是你上吊啊？你们都 OK 了吗？对不起，波音粉不要干我。啊啊！哎，真真真真是卖挂了。哎、欸，我画的这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想干嘛？真真真静音到了，真真你静音了，他听不下去，他听不下去了。保生有你有听到保生播音吗？哦，好，那我那我就按开始喽。好，好，这是宝可梦吗？动画宝可梦。所以你有听到保生播音吗？等一下，我突然发现他，我要去找他原本长什么样子。宝可梦都可以哈，哎、欸，嗯，没问题。啊。哒哒哒哒哒，请你闭嘴。迷之音，哎，我找到那个靠北在哪里啊？一定是哎，名牌，名牌，哦，关掉。我手一把当又当掉了啊！哎、欸，我们这一组是一定会出事，是不是？一定会有一个。哦，救命哦！我用滑鼠画了。哦，真的耶，好恐怖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哦哦哦！太好了。我想想看，这要怎么画比较快一点呢？啊，对哦，他不能用那个。哒哒哒哒！好像有点快哎、欸，可恶！我们刚刚轻松太久了，真的。好，我画了。这应该算宝可梦吧，大木博士吗？你画了一个不是宝可梦的东西啊。有点像，又但不又不是说完全的是宝可梦。大木博士，我是来写好是。哦，我的天哪，我懂了。哎、欸，动画是电影哎、欸，没有啦，是那个动画。我把动画嘞。哈？完蛋。那我就让它放大。又要放大，大了。怎么还有上次啊？那你上次的是绿色的吗？不是，是拿到绿色的。哦，那你要好好对待它。啊，它已经歪了呢。
你知道到庙他手里都会歪掉哦。要放大喽。他是放大系会师呢？你在说什么？不好吧？他几句话会师呢？你这他是几句话训练师？几句话？哦，怎么会没有星星？我要把它加星星。好诶，我要加。往上拖。哎，怎么跟我做的一样？等一下，手机网又当了。你家收回盘，今天真的要挂掉。真的。没事没事，不要怕，往上拖而已。跟自己的绘板自我喊话，太可爱了吧！耶、yeah. ，他可能不想画这种东西吧。好正气。好了，没，我想来不及上色哎，那就不要上了。感觉当扭起来很恶心哎。好好奇这张最后变成什么。好可爱哦，可爱。这刀怎么让它动？在想我这一张应该第一张画的是卓毅，然后下一个人接的是白金。怎么说？因为我要往上拓了。拓版图哦。OK OK。boing boing。对对对。保证 bo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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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ing的部分。boing粉不要干我。我是 boing粉。我相信你不会介意的。我不会干你的。我相信你不会介意的。你是说我拿着刀讲吗？你有问过我的同意吗？对不起，发生播音。播音是喜欢那个小提琴家吗？后来喜欢钢琴老师啊，嗯，老太郎，太郎，好像啊。应该不可能再往上拓了吧？去哪里？不知道画什么，再画一颗球好了。凡必有球，必会出重伤。觉得这图后面会很母汤。真的？有人说我拖的有点高。哦、你真的做得好高、哦、这个不可能再往上拉吧，还是下一个人再帮我往上拉。直接拉下来，直接拉到最上面，整个嘴巴都挡住。哦，我的天哪、啊、Oh my god， 手拳师这是还有两只左手耶。给你八加透明度的脚。啊！哦，
我完蛋了，为什么我自己都画到一些感觉很糟糕的东西、啊？跟人有关系吧？希望我跟人有关系吧。黄标，黄标怎么办？黄标怎么办？就封锁，再画一颗轮胎。我的手绘板不让我画轮胎。怎么有一个那么叹气声？深深的叹气，这是深呼吸。深深的叹气，我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啊，那深深的叹气，笑死。保身播音，还在保身，不是深深的深，保身播，你们不要这样。你们瞄到什么？捏那个地方啊！你可不要偷看台啊！你为什么捏那个地方？天哪！这是什么？要暴力了是不是？照我的指令吗？已经要变成，已经快要迈入 R15 了吧？要暴力了，要暴力。为什么又有球？谁？那你可以不看我啊。不知道画什么，只好画一颗球了。等一下，正在考立方体耶，在考那个长方形转的方向时要怎么画那个面呢？那应该抽到我刚才画的。可恶，我把球好难转方向哦。我的立方体应该没问题。你是暗藏了一个博音在里面吗？那个是上一家的博音。哎、欸，你可以把那个头拉长一点吗？我的天哪！我在指右下角那个头。我不知道加什么。有我让它变得比较明显了，可是我怕下一家如果有开台会被ban掉。应该还好吧。好，先放过这张图。先，还是让它领域展开。大家好喜欢速度线，我喜欢。什么测速线？速度线，速度线。阿慧，阿慧，你的阿慧，我们的阿慧，阿豪姨。对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发现我上一家尾巴的颜色根本画错了吧？等一下，这个有点，这画下去不行。你说拉长的部分吗？你可以把它拉更长。这个还有括号的，我已经给指示出来，让它往下掉了、欸。在捏哪里啊？就那个头啊，就是那个头嘛，就那个头。你等一下把波音波音画出来哦，没有啦。他左边还有一个星星波音波音吧？对，我不知道还在不在。
差点忘记给人家话头。我已经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东西。好好奇那个狼人画完后，那个头接下来会接到谁那去了？我看到字，怎么往下掉？会往下掉？啊？等一下，我的透明图纸还没画完，紧张。我想把我的手绘板重插一下。好，然后就要下一回就要你用滑鼠。我也是这样。GG。因为感觉通常会要重开机。我太久没重开机了。我的天啊！我已经两个多礼拜没重开机了。两个多礼拜而已。而已。对啊。而已。我电脑可以振作一点吗？这个宝可梦我看不出来，什么啊？嗯，在发情了吧？什么？对，今天哈基斯在别的平台开的，怎么逐渐阿斯五化了？都拉图收到那一张了吗？你是说有波音波音又有拉长的部分吗？哦，没有没有，那个我已经画过了。哎呀，哦，波那个拉头的到底到谁那个？好好奇，好好奇哦。拉头，就拉右下角那个头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是这边是黑的？它不是应该是这边是黑的吗？哎、欸，我的手绘板，振作，还行吗？啊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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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手绘板，加油！屁！加油！加油！家伙的背面到底是夹娃娃机吗？哎、欸，正确答案。是为什么要这样啊？再让我花一点火就好了。嗯？为什么是？嗯哼，加油手绘板！我觉得这个声音比较有压力，超好笑的。好诶，画完了。好诶，最后一张。喂喂，八十多。哇塞，这个火焰特效，谁？是我的手绘板终于把它完成了。它究竟是从哪边扭啊？扭完的吗？哎呀！
关粗一点的。来关个麦。播音辛苦了。好了。在哪边啊？在讲那颗蛋吗？它不是蛋了，我把它孵出来了。这是什么？这绿绿是什么东西？我拿到时我就不知道那绿绿是什么，绿绿的，绿绿的很可爱呢。不是不是，应该不是你那个绿绿的，应该是吐出来的那个绿绿的。对，吐出来那个绿绿的。哦。有轮胎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我的就是不小心生出来的产物。对他，你记得吗？他刚华叔叔不给让他画轮胎，有没有记得这个？版权呢？没有啊，好喂，哦，小裙子是你的、哦？为什么要加小裙子？会有，就那个，它都有个吉祥物的那个，然后它上面用那个透明的那个，我以为是往上飞，没有没有，它就有一个吉祥物装扮，然后它下面有那个去背的，哎呦，繁星斗，繁星斗，我以为是丝袜，没事，我转回来，哇，击中嘎吱，我好痛，所以的话好累啊。什么一毛？这不是一毛，直接变，直接破开，他成功被击倒了。哇，好酷哦，好厉害哦，这张好棒哦，真的，大家球的动画都画得很好，那个球就把它转完了。它是叶子哦，它是叶子哦，它是叶子吗？两个杯子，我以为是两个。黄瓜之类的，好可爱哦！还有你，好可怜的叶子，哇，断了，帅哎！好棒哦、我又让它喷出来，不好意思。快掉了，快掉了！它前面好痛，浇个花可以变成，它有点像它身上的颜色跑到外面去。真的耶，欸、好好笑、哦！这个解释我喜欢，好有趣。有趣啊！完嘞，完嘞！给我加星星哦！出现了，给我加星星哦！你好棒！我就把它抱到大力 哦, 星星哦！位置越来越奇怪。那中间我怎么伸不出来？我怎么切啊啦？我怎么切？我好惨！我好棒！大力哦！你的脸不见了，右下角后面啦！哇，他拉我大力哦，好疼啊，好痛！哦，原来是说拉这个头，哎，对啊，拉那个头，笑死！哎、欸，这真的很考验那个正方形怎么看那个画。我自己都画歪了，我超歪。那我天哪，那我知道我在画什么了。哎、欸，对、啊，我就讲那个尾巴，尾巴的颜色不是在那位置吧？对，尾巴没有黑的啊。画完后才觉得，哎、欸，想哪里？根部才黑。错了呢，又转回去。我让他再更歪。意外的很难。我的天哪！哦，然后这是八情了吧？哎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也是神奇宝贝哦，好弯好弯，是抱起来，晕车车，好可怕哦！动态，
他要进化了。他这个拉长哎、欸，好好笑哦。他变害羞了。我想说交给下家处理。原来绿绿的东西是这只吗？我在让他爬山。啊，我忘记画到后面的。完蛋了！来了，奇迹要来了。来了来了。妈！哇！好可爱，这个漏车我，这个漏漏的感觉。撞多久？撞好久，撞好久。真是加速！哇，可以耶！可以，可爱哦！好猛哦！好厉害啊！速度感哎，很暴力的画面，然后说很可爱。我以为他是在转圈圈，我以为他在自转呢。蛋蛋不见了。为什么我画到的是他在自转？我有那个补回来。我让他转了一下。对啊，为什么画到的是转？你看他转了。我就想说，哎、哦，蛋又不见了。有没有背面？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棒哦！我猜对了、欸，哎。好哦有哎、欸，我大家都好棒啊！哇哇，赞赞赞赞赞，好厉害哦，好猛哦！哇，欢迎，来不及，好像魔女莉卡、啊，哇塞！我拖好高，他拖好高。等一下，我是在往下摔呀、啊！我是说哪呀、啊？我都坏了！你没看到哪？我是说哪？笑死了！他真的往下摔了，我好赞哦！感觉他的奶奶，他的波音波音好像100公斤重，好重，好重哦！天哪，泰山压顶，好好笑的，可爱哦！哇，来了来了，一步要进化了，一步要变火精灵了。哈哈，他变火精灵了！哦，烧起来了！有火精灵要来了！哦，沾到毛了！哇，还有那个背影！烧到了，烧到了！天哪！好恐怖！感觉那还差几张，我在蓄意攻击吧。告诉这个火在喷呐、啊！我想说的话是火之石，没掉了，好笑、哦，好玩，真的好好玩哦。啊，明春姐，我们要来最后一局的动画吗？好啊，好诶，这叫什么？休息一分钟，休息一分钟。我们刚好可以来想我们要什么可以合起来的题目。让我喝个水。好渴，那一样画葫芦吗？你要一样哦，好啊，还是要秘密？秘密很快哎、欸，哦也是，一样，你们想画什么？一样到最后真的会变成黑线，然后看不出来。对，对啊，诡异的麦要换了。哦，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台风现场，现在为您报道。一样画葫芦要画什么嘞？好了，大家都有玩风之谷吗？没有，有被盗账号盗到风之谷去。我只玩过很前期的，我到现在都还有在玩。哎，那你在哪个附近？那开始聊起来我在福利特，我在福利特。在直播上面聊天是不是？你在哪个伺服器啊？留的。你们来讨论题目，我去个厕所好了。我在陪那个普利特。那你喜欢普利特吗？我还好。
那你喜欢佩特吗？我喜欢卢斯卡。他是谁？嗨，哦不，这讲出来爆雷。你喜欢杀人鲸吗？可爱，可爱。那你喜欢石鸟吗？石鸟吗？嗯，这有啦，石。什么？所以决定是风之谷？没有吧？有人没有玩啊？哦，可以全部都画姑姑宝贝啊！那我要画绿水灵。画弓箭新手村之前的那个怪物就画一画。是吗？回来了，欢迎回来。哦，原来你刚刚都不在。啊，对啊，我去厕所。你们有想到要画什么吗？红之谷童话故事，好哎、欸，童话故事，童话故事感觉会撞车撞很凶哎、欸，各种撞吗？撞撞撞撞撞，刀剑神域，八个全部画一样，画轮胎，八个 C 八七六三，我也觉得，我没看。狼人你出一个好，因为感觉你接触的范围最少。对啊。可是刚刚风之不是也不错吗？我没有啊。不然就游戏好了啦。就上游戏、啊。就你们可以。魔物猎人。对啊，那你画啊，你画啊，你画啊，可以画，反正它也是游戏范围啊。画啊，你画、啊。简化版魔物猎人。然后就画那个 icon 而已。可以画那个地上捡起来的东西。那就只要是游戏就都行了。好吧，那舞台游戏可以吗？好，我被霸凌。先不要。那对不起。好诶，好诶。我刚刚没听到消音了。游戏。嗯、有听到游戏。我为什么都找不到那个找不到正常图，都是十八禁的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游戏哦。我画什么游戏？你可以画风之谷啊。一样。哎呦，开错那个了。游戏哦。那我要出个游戏。那我要画我之前把它破完的游戏。我突然想到，可是我这好像也会搞到自己。如果我们画恐怖主题呢？啊，恐怖游戏吗？没有，只要是恐怖的。恐怖的哦，哦不行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那就不要。只要一个人拒绝就不要。穷，不投零块钱算恐怖吗？好恐怖哦，蛮恐怖的。哇，红标警告。好，我找好图了，那就还是游戏啦，游戏。嗯，好的。然后恐怖的，然后给喵他画，然后就往前冲。我，你们都好了吗？还是不恐怖？还没。没有，就是游戏而已。OK， 好。纯游戏。好的。好，那我就开始一样画葫芦。OK。游戏。这是什么游戏？游戏。好。倪春姐再来吧，相信你。对哈，对耶，对哈，对，它有包含到动漫跟游戏。对，那我要让大家过个好年的话，希望画了这个东西之后，在家可以来找我。我要画我工作刚画过的东西，在家找火。螺丝的，我非常害怕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真的让大家过个好年了。可是还有半年。可是你连续半年都会过得很好，画到这个。你是我们提前过年的意思吗？对。Oh my god！ 你要画什么？你工作画什么？现在很怕我画的东西，我的观众都不知道我在画什么。游戏呢？游戏呀。
这有时间了，我不能磕太久啊。这手绘板只让我画简单的东西而已。那你待会接到我们图就死定了，真的真的，就会变成死鱼眼啊。嗯，简化版又拉近，然后又多了两个星星。对，只进一个星星，然后又拉长。好好奇妙的话，你会下什么标？下什么标？黄标。OK， 直接标，直接。哇，这个好难画哦！这个好难画，没有是很简单的，可是很难画。我好难画，怕。我太难了。哎，我好像快变下巴学员。我超简单的啦。阿娜达 ，fuck。啊，阿娜达 fuck， 阿娜达 fuck 是什么？没事。对啊，我的网络不稳。我看画东方，然后我才不知道的。虽然说那也是我，才在做。我刚以为你要画东方哎、欸。不是哈、哦，那个没有啦。哎、欸，东方不是，等下就是。不是东方是游戏啊。东方游戏。大家误会了，不是那个东方。啊？难道是？是东京饭之后召唤师帮我的。哦，那个我也知道。啊，我公司打广告。请不要再帮你公司找广告了。那个，这个是我的发票，请收下。加薪，加薪。等一下，你有说他们工商是不是？是一款可以自由选择性向的。可是那个战斗系统很难玩。大家可以经过我的连接去下载。嗯，有七五折优惠哦。有吗？没有了。如果这个优惠码就可以获得我这次的角色李真。先了解好优惠啊、我要先说这个不是恐怖的哦，但是它长得有点恐怖。没有啦，我没有恐怖的啦。你说你公司的游戏啊？没有啊，不是我的。哦，我以为是恐怖，吓我一跳。啊，可是它有点恐怖的，怎么办？可以啊，反正它是游戏的。哦。它颜色好难调。还可以上颜色吗？我还有时间上颜色吗？嗯，刚好画完，太好了，修一点细节。我手绘板不让我上颜色。傲娇手绘板，你要多夸夸他。嗯，你好棒哦，要哄哄他。别抽烟的那个声音，看你好敷衍，还不是这样觉得。啊，那你说我可爱。你是不是生气了吗？你是傲娇女友是不是？你是不是生气了？但是绘图板在对话吗？你就是生气了、啊、你看你口气那么差，你就生气了、啊。你就知道跟你朋友玩就好啦，不要跟我玩啊。你所以把女朋友不重要啊，把女朋友画上去算游戏吗？Just Monica， 李真强吗？李真很强哦，李真很强。是怎样？现在讲游戏东西是不是？哦、啊、哇，这是谁把妹妹画进来啊？完了，我不知道这个故事，不是故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谁？你要靠你的记忆，我现在看到一个看不懂了。完了，他的 W 我会画成瓦里欧。完了，你没有看过他吗？我还特地挑他旧的造型来画。不知道他是谁，我要把他画瓦里欧。我已经忘记他衣服长什么样子，下一家加油！白的，白的，白的啊，涂成黑的。他拿的箱子才是黑的。哦，对耶，好像有这回事哦。啊，你想起来了吗？没有，看错，好吧。对不起，上家，虽然你画得很认真，但我已经全部忘记了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啊，随便啦，瓦里欧啦，我可以帮他加一个胡子吗？不要啦，她是女生哎、欸，啊，她是女生，所以要穿裙子是不是？她是裙子，哦、好吧，完全靠嘴一说一个，我加一个，太厉害了，我觉得应该你那边有观众可以猜得出来是什么，
看看啊，风之谷我的手机榜当掉了，我就不丢账了，我就没有玩，我玩橘子是玩马奇，然后我的账号还被盗去玩风之谷，你知道吗？不是盗你啊，我在等韩版的手游版，2018等到现在，我觉得手游真的很废耶、欸。没有，不是陆版的，不是陆版的，是韩版的。哎呦，可是我还是觉得手游它变手游就有一种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它陆版的是直接搬上那个所有的电脑版的，韩版是所有方块化。我也不知道在画谁，完蛋，是谁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抱歉，我画的不是很好。这个阶段就会听到大家一连串的道歉，说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对不起，我看不出来，对不起，我很丑。没有，我上一期是左翼，我没有要道歉意思。哎、欸，这是那个吧？一二三四，这是什么？没有，还在画杰克哦。哇，这该不会是？欸、他就长那个样子、啊。他长怎样？我忘了。这是游戏，我也忘记他长怎样。他有几只脚啊？随便啦，加两只，比个耶。完蛋，我突然觉得我的画图怎么开始小光化了？我还真的没有见识过小光的功力。你可以跟他玩玩看。嗯，是这个颜色吗？怎么会有人画妹妹啊？大家都去摸他是不是？糯米酱天赛，完了，不是很确定。哼、啊，所有板撑着点，加油，加油，没有好吗？啊，啊，嗯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一代吗 ？Who are you？ 怎么办？他画的很可爱，但是我不知道是谁。抱歉，我忘记了。他是变成骷髅头的兵长吗？我有画到那个。完成。哎、欸，对哦，时间会越来越快。嗯，好想玩，慢慢作画。对，好想玩那个游戏哦。啊！W 是什么？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，这只是什么啊？啊？怎么看不出来啊？加个屁股。对了，现在那个是 M 吗？哦，愤怒鸟。好可爱！这是什么？好想玩那个四个字的游戏哦，《魔力宝贝》不是《魔物猎人》《卡巴拉岛》。哎、欸，卡巴拉岛，我以前超喜欢玩的。风之谷谷赞，卡巴拉岛、欸，哎，什么？好怀念哦，好怀念哦。有钻地的啊，还会变成晚上。那你们是练什么？我已经忘记了。枪师、啊。有玩过天翼吗？练龙吗？嗯。能练龙吗？我练。卡巴拉不是偷吗？哎、欸，画错了，这画错了，大家，我的手机板当掉了，哦，是什么、啊？这是什么？最后一个了吗？八十八，耶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我没打过真要我念，太开心了吧！
结束、yeah. 啊，拉面的，拉面的，拉面的，拍谁？我谁不知道是谁？他是 BL 游戏，是谁？我接到你后面，我可能就知道了。他是 N 加 C 的 BL 游戏，好可爱哦！我不知道是谁，请问一下你是哪个 CP？ 那这款游戏我没玩完，因为我觉得它前面有成本。啊，是是是，我以为是安妮。都打你吗？大熊呢？对，熊。为什么比中指？他不是比中指吗？熊，没有啊，他比中熊。对啊，比中指啊。狗狗。哦，好强哦！好强哦！好强哦！我有画到了。龙源呐 ，OK， 卢龙，这是超凶的啦，卢龙啊，够了，他长这样，被救回来了，被救回来了。那有玩过才看得懂，没玩过不知道在画什么了。哇，宝宝很痛哦，碰了翅膀吗？没有啊，没有翅膀不见，翅膀只有刺刺而已。啊，那我把它换成翅膀，太好笑了吧？泡泡自己破的吗？它变电龙了。是神猿吗？什么？我真的不记得了。什么？啊啊！尼尔，尼尔啊，尼尔，这部是冰长哦，冰长，变死掉的冰长，上吊冰长，原来从这边来的。哦，我一时还没想出来。我的好 friendly 哦。好可爱哦！好可爱哦！好可爱！绿色一直都在。对啊。晴天娃娃嘞！真的。这单纯就是个晴天娃娃了。哇！是阿拉夏吗？对啊，阿拉夏。啊！我又碰到他了，妹妹。我知道他是别唱什么了。我把他换成男的。我本来要画哥哥在后面，来不及了。哎呀，那最后为什么会变成欧露麦托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欧露？哦，这里有人画。那是谁？那是谁啦？我连怒鸟了。为什么颜色都变了啦？谁？天哪！欸、我画什么来着、啊？哦，你画这个？哇！天哪！哇！他背后的好完整哦。哦，你把它变成 imposter。是我锅，我的锅。没事没事，后面有接下去，到最后都有。对。哦，太好了。好可爱哦。好可爱。杀手不见了，杀手出现，杀手出现，还杀他屁股一面刀吗？刀郎，还是要切进去？走刀，第二杀手，第二个杀手，杀手杀杀手，你们是自以为在画动画吗？厉害，拉卡，太难了，啊啊。这是某个 skin 吗？对啊，最一派对、嗯、没有看出来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你怎么不知道你有玩、欸？我到的时候没了啊，我只玩两场而已。那如果换摩甘娜，你会知道吗？不会，你只知道安妮吗？我的时候所谓板荡了。我也不知道，还真的是一代哦。什么？他是魔力宝贝里的。哦、oh, oh, ，对耶。木妖。那我知道我在画什么了。你不知道？我知道。我也没有见得到。眼睛不见了，眼睛不见了，我天哪，变成一个恐怖游戏，难怪说有恐怖游戏，哈哈哈哈，你鬼，看你在画什么？你们在画什么？我不要用我上枪，
意义的。杰克，剧院，原来是剧院哦。哦，我画了什么？你画了什么？那个是手提包。你看我的东西全部是只会加一个加一个。我知道画什么了，我知道画什么了。怎么变麦当劳了？我怎么记？我怎么记到 N 去了？你有发现吗？你有发现他的 M 变 W 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不 ，W 变成 M， 讲错。W N，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，所以就乱画。哎，变回 W 了，变 W 了，不是我画的，我是好屌啊！W W W， 为什么？哎，刚好十一点了，今天也算太刚好了。好哎。今天那个叫什么电影？真的是。电影真的太不可思议了，可是他最后的结果还蛮厉害，嗯，变得好精细哦，啊，好玩，他的动画模式我还蛮喜欢的，啊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啦，感谢，辛苦了，很好玩，好啦，今晚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收看，看一下，哦，妙的，感谢感谢。感谢大家今晚的收看啦！哎，像上礼拜讲的啦，由于那个木瓜，木偶他开始有工作了，所以现在画图应该再过几天吧，因为我要等那个什么，我狼人杀已经全部上完了嘛。再就是，这就是可能也是用成小剧场的方式啦，用成那个就一题可能一两题就是十点播。这样子，然后下午继续是买一块这样子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喽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。